切入，这个球掉了，被约旦队给抄走。 Wright 在前面快攻上篮，两分要到。如果要打到孙悦的205公分的这个身 Douglas Tabakura 再给 Wright， 进攻时间剩下3秒，两秒要出手。 Wright 站在外线出手，大号的三分球。 Wright 这一次的亚锦赛啊，整体这个三分线的命中蛮大块的。你不要自己发福，觉得人家也发福。是。Wright 再出手，哇，一开始 on fire， Russian Wright 已经拿7分了。不有事。Douglas 再回给 Wright， 拿球，老勋 Wright 带一步之后向后跳，出手去，漂亮的球，往前7遍往后弹跳的一个动作，哇，相当的细腻。是，来看一下约旦队的美籍的后卫啊 ，Russian Wright。在这场比赛冠军赛的发挥的不俗，尤其是在第一节开始的时候连拿7分。你不要说他冠军赛表现不俗，其实他是每一场都打得非常的好。是，我今天整体的一个他的一个节奏得分的一个手段真的是相当的多，包含到离篮筐非常近的一些上篮的方式，中距离的跳投，但是今天他的一个外线的投篮次数应该会来得非常的多，毕竟中国队的一个进 Somerkamp 的篮板，前面先给快攻机会 Wright 靠对方身上造成了犯规，中国队犯规，应该是9号孙悦的犯规。哇，这种打法的确是要付出一些代价，这是空中的一个抗衡啊，对力量的一个问题啊。王治郅现在下去休息。毕竟是32岁，所以要调整他在上场的时间，要把盯紧。进球发进，两防的发进，发挥的一个能力。上赛季他在 CBA 联赛出赛30场，结果9.1次助攻。有了快攻超球之后 Rush Wright 的，这要怪就怪他们自己球团的一个行政的约旦进攻，前锋6分， Douglas 切入，就在篮底下再给出碗 SR Pan 再给 Wright 外线出手，哇哦，漂亮 Rush Wright。 哇，这个球整个转移啊，我们可以看到 Zach Hub 再叫篮底下 Abkura 再给 Wright 切入，这球就到篮底下出手。哇，这个球的确是非常的漂亮。Rise 他武装的非常的好， Rise 切入，这球到篮底下再出手，又进了，哇哦，这个球是算是零角度啊。1分40秒，这场比赛结束， Rise 拿球，孙悦的防守，易建联的防守啊，外线的出手，哇哦，Rush Rise 连拿7分，他在比赛第一节开始。